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升降机旁边的房间，啊，我们在这边呢，把护符换一下，换成一个抗火的护符，火龙灰护符。上一集我们花了5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这边该收集的地方啊都收集了，只差最后一个了。把这个电梯给它搬下来，然后我们要去一个隐藏的地方，把这一个城堡里面。除了截肢以外的一个隐藏 boss 给他干掉，就是那扇门，现在这边是打不开的，我们要通过一个方法过去。在这种城里面玩着，有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哦，原来从这里过去，如果看这个视频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哦，原来是这样。把我们之前没有清理的一些敌人，没有拿到的一些奖励啊，给他弄一下。这边呢换上了晨星锤，对的，再跟老戴念一遍晨星锤，因为我以前老念成星辰锤。然后有观众说啊，晨星锤是有过这种翻译的，是词儿里面啊是有的。因为这类的敌人是你看的敌人比较坚硬，比较脆，打上去当当当的，就用打击类的武器揍他们会比较好一些。把灯打开，这边有两个东西是制作道具用的，道具我到现在没有用，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武器装备啊还扛得住，所以说对我来说就是作为一种以后可以增强的一种自身的一种方法，或者说逃课的一种方法可以去弄。现在网上已经有了怎么样把那些比如说流浪商人啊，流浪武士啊，还有什么这些人的这种制作手册啊，都有啊，全收集的了啊，都有的。我是这么想的，跟观众们说一下，我原本看到那些东西以后很开心，然后我也做了，我把流浪商人的手册全部拿了，就是现在我这个级别能拿到的也全部拿了，并且录像了，而且就像我以前做视频一样规划得很好，可以让观众们都看到。但是我想了一下，其他的作者他们把视频做出来，我是看了他们的视频我才拿到了这些东西，如果我发了，就其他人做的也还可以了，可能我认为我能做到更好，就是观众们遇到一些小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过去，我都能在我的视频里面展示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视频也可以达到90%以上这样的水准。我觉得我就不要去抢他们的流量，大家搜，比如说你想搜流量手册，你直接去搜他们的就可以了。否则我一发的情况下，可能排名就比较靠前，他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我就等于是半剽窃一样的东西就过来，而并不是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我的的确确是这么想的，素材我都有，做一下解说，后期解说也好，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将我的更多的精力放在主线的故事和 boss 上面，包括支线的故事会更好一些啊，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这些敌人呢也只要不是一猛子扎进来被他们围攻，像这样就还好，把他们全部清理光，我们就可以接最后的隐藏 boss 去了。然后大家看屏幕右上角有一个 UP 主叫做黑白反转曲，他就制作了这些制作手册啊，它有比较好的这种收集，各式各样的，什么道士的、调香师的、流浪战士的这些制作手册，这位 UP 主做了几个合集，做的算是蛮好的。观众朋友们对这些流浪手册有需求的，就可以到他的那边啊直接看就可以了。这样我呢也不需要在网上面做重复的劳动，把所有的精力啊放在自己的本职的内容里面。好了，我们从这边下来之后就可以去打开我们刚刚开不了的那扇门了，彩虹石啊，这个出去以后就是那个升降梯那个火堆，似乎得给观众们看一下。然后呢在外面呢也给观众们看一下，如果不过去从这边下去也能下去，死不了也能跳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走正常的路过去。走，
好，现在去见 boss 了。如果说死掉了，再从上面过去就可以了。走我刚刚给观众们看的那个地方，会更近、更方便，比较好跑图一点。走，因为这边呢还是有些东西可以拿的。下来。而我的后期的节目就不是每一个副本都展示，但是如果我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说哎，我拿到了一个战绩，对吧？因为拿战绩这种东西都很方便，都是在一些其他的副本里面，我会说告诉大家，哎，这个战绩是在地图的哪个副本哪个点，是不是要打 boss， 用个30秒到1分钟的时间穿插介绍我身上新拿到的装备。而后面的故事尽量要么就是主线故事，要么就是支线故事，以这样的形式来展示艾尔登法环，就是比较连贯，别我这个地方打完以后又进入了一片湖区，那个地方我又去打一遍所有的副本都全部打一遍，那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对吧？这是我后面的制作计划，因为我不能完完全全被艾尔登法环一个游戏啊给它套住了罩住了。而且随着游戏发售时间越来越长，网上的资料也越来越全面，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在开荒完成之后，也就是我前面10多集完成的这些内容，有了等级，有了瓶子，有了武器装备上手了以后，实际上就已经可以自己去打了。有了12+12的武器，连碎星都能打。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挖掘游戏里面隐藏着的一些支线故事和把主线故事给它捋清楚，对吧？获得了一个新的魔法，智力信仰流的召唤怨魂。从这边下去之后啊，把血给补满，就可以看到新的 boss 了。打他以我的这种持着一个高防御的盾，然后开着战绩，只要不伤害伤害不是特别大，打到我们身上的情况下，基本上不怎么伤我们的绿条。在他的侧面不要给他咬起来就行。敌人只要不是魔法系、祷告系这种非物理攻击的，这一招都比较好用。而且可以把我们手头的这把武器换上出血的战绩的情况下，哪怕我们平 A 也能让敌人有几率出血，这样的情况下打起来就好很多很多。我就没有去躲他的火系攻击，稍微扛两下伤害，一直在他旁边啊输出。现在他的血呢，他的血在他头上，这个地方他的血都不在下面，不像在最初的之前，我在前面的视频里面打过他一次，他的血条在下面，他也掉好东西，他掉黄金种子。他已经快完蛋了，血不多了，硬莽给他莽死了。好了，这个时候呢收集一点东西可以走了。哎，时间钥匙，也就是说在上面不是有房间吗？有两个房间需要两把时间钥匙，而我们可以通过找到暗门，在这个城里面我们也找到了时间钥匙。这边有一条龙，之前我不是从上面摔下来吗？就是摔到这儿，他的眼珠子也没有，但是眼皮还在。这个龙有没有什么故事呢？游戏里面实际上是暗藏了很多很多的任务，有的任务的规模和完成的复杂程度也很高很高。
网上呢现在已经开始有资料了，我正在想办法如何去把它一个一个完成掉，以及他们这个任务之间啊可能会跟我们的主线任务游玩进度有一定的关联，可能会错过一些对白。此时我们就传送过去去打截肢。好了，准备好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身上的装备。尊府骑士套，九瓶药。在这门口我们之前碰到了一个 NPC， 既然碰到他了嘛，那我们就把他给召唤出来，然后去见截肢。Mighty Dragon, thou'rt a true born heir. Lend me thy strength, O kindred. Deliver me unto greater heights. Well.
此时获得了一个葛瑞克的大卢恩以及接肢的记忆，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都有用。其中大卢恩相当于一种特殊能力，或者说特殊的奖励。先把刺服点给打开，然后坐下休息到白天之后，就可以发现之前帮我们开门的以及帮我们门锁起来的这个人就在这儿，踩着葛瑞克的头，也就是刚刚那个 boss 的头。Pushing me about like that, and after all that grafting, where did that get you? Look down on me, would ya? Godric, you filthy slug. Feel it, feel it, feel my bloody wrath. 他会在我们死亡之后偷取卢恩。Hello there. This weasel was.Godric was always looking down on me. He got what he bloody deserved thanks to you. I tell you though,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He had an ugly heart, an uglier countenance, and met the ugliest of ends, eh?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很讨厌他。那我们，哎，还不还手？打不还手吗？然后把武器装备全部可以收起来，但是用手攻击他也不是100%他会出硬直，但是手的攻击速度很快，也就是说手它本身就没什么血刃嘛，然后掏他只能伤他十几个血，不是用剑杵他的，可以踹他，战技就是踹，空手的情况下也分轻攻击、重攻击、防御键，这样来回左右连续打他，这样打他打得有点慢了，揍他一下可以了。哎呀，你是怎么一拳把他杵出来这么多血的？把他送就得了，他血还蛮多的。他身上会掉一个灵珠出来，而这个灵珠呢，去给那个大慈福里面的那个老玉那个商人，就可以在那儿商人那儿大慈福那儿买他卖的一些东西了。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进。而前方就是接肢，接肢是他的外号，他的名字叫葛瑞克的王座。不叫王座，这叫城堡座。然后搞一个姿势，哎，搞一个温柔的姿势，在他这边坐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姿势，换个姿势嘿。游戏里面没有拍照模式啊，还是比较可惜的。要有拍照模式啊就好了，因为游戏里面在一些特殊的场景里面，画面啊是美术啊做的是很不错的。现在这边是我们的了。好，此时就可以从左边走，右边呢给观众看一下，右边没东西，这边啥嘛都没有，难道这边还有暗门？有了，暗门也是黑魂里面的，就魂类游戏，老贼魂类游戏里面的一种特殊设定，就是看上去它是堵墙，但是稍许跟旁边的墙有所不同，然后捅一刀，仔细一看啊，长得不一样，捅它一刀，它就会出一个暗门出来。好，从这边下去。这边有一个怨魂，女巫大人啊，女巫大人，你在哪里呢？
请收下我的葡萄。而在他的旁边就可以拾取一个葡萄。游戏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夏波利利的葡萄，这一个葡萄和一组支线任务是有关系的，我们要在不同的地方找到这些葡萄。出来之后来到了一片新的区域，这个区域不做就不打这个 boss 也能来，湖之利耶尼亚。天气不大好，否则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边呢经常是雾气啊很大，它是一片湖区，虽然我们可以在这湖区走，而旁边出现了一个 NPC， 上去和他对话。 Hello, is someone there? My name is Hayata, and I'm journeying in search of the distant light. If I might be so bold as to ask,Would you donate any Shibiri grapes in your possession to me? My eyesight has been weak since birth, you see. I can't tell which way I'm supposed to go next, but when I eat one of those grapes, I can feel a distant light in the back of my eyes. It will lead me to my true duty as a finger maiden. 把葡萄给他。Many thanks to you. Now I can feel the distant light once more. You are most kind indeed.May the blessing of the fingers be upon you. 刚刚给了我们一个动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动作。而此时看一下从深处的小房间，我们来到尼姆格夫神兽塔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办一件事，因为刚刚我们获得了一个大卢恩，我们传送过去。打完了接肢之后获得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大卢恩，一个就是接肢葛瑞克的记忆。然后我们往这边走，这个地方呢就是正门进来往右边的一个一条路，一个火堆，雷龙护火，就是防雷的，这个对就对雷属性啊会比较好。然后我们手头呢可以拿一个打击系的武器，还是这个晨星锤。在这儿会有三个巨人，两个是近战的，此处没有办法骑马，因为它属于是在副本里面，所以没有办法骑马，要一路往前跑。这些敌人厉害吗？一个不厉害，但是三个可以同时攻击我们，有点小难，可以打，但是如果要打就优先打前面的那个有一把大弓的，而且这样横着跑啊都没有办法躲开他，直接冲到他脚下揍他，用这个打他，看到吗？伤害很高很高。他们的动作很慢，主要威胁就是跺脚，只要把他这一波的跺脚攻击躲掉之后再继续输出。好，打出硬直了，直接莽他，他血已经不多了，就不需要到前面去充血了。好了，可以走了，捡一下东西，这两个我们就不打了。雕像大弓应该不是必掉的，就是打他有机会掉。好了，使用这边的传送点传到对过。还是风暴山丘，走是没有办法走过来的，只有通过传送门，有一个十分宏伟的建筑，然后把门给推开。尼姆格福神兽塔，不知道我们在拿到大卢恩之前啊能不能进来，我是没进来过。此处有一个超级大的电梯升降机，踩一下之后向上，整个升上来的时间大约在30秒左右，我们快速四倍快进来到顶层。在顶层也是有一个火堆的，从这边上去，这样的一个点，我们先不着急上去，我们先回大赐福一趟。
回到大慈福之后，此处这扇门就会打开，之前是关着的，里面有一个老太太。Are you that new tarnished? You've done well. I am Enya, the finger reader. I interpret the words of the fingers, envoys to the greater will. Look there. The fingers tremble to welcome you, Shardbearer.Let their wisdom wash over you. Great Elden Ring, root of the Golden Order, anchor of all lands, giver of grace, wellspring of all joy. Until it was shattered, the tragic corruption of the Order has taken its toll. Across the realm,Life lies in ruin, fallen to pieces. Foul curses and misery spread, unabating. But the greater will has not abandoned the realm, nor the life that inhabits it. So it is that the tarnished are guided by grace, called to act.Brave tarnished, your great rune is a handsome shard of the Elden Ring. Seek another of its kind to become Elden Lord and restore the Golden Order. Let the words of the fingers guide you. Well, I see.A remembrance of gold has found its way into your possession. Demigods and even the crater of the champions are hewn by the Erdtree upon their end into remembrances. They are valuable indeed. These remembrances yet house the power of their former masters.And should you wish to wield that same power, well, I will lend you the strength of the fingers. Oh, do not recoil from my offer. The fingers guide us all. And you, tarnished, you are here to take, are you not?接知葛瑞克属于半神，打掉他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大卢恩。此外，还有他的追忆。Great runes are the stuff of demigods, the children of the goddess Queen Marika, she who is vessel of the Elden Ring. Tainted by the strength of their runes, her children warred, but none could become Elden Lord.And so grace was extended to your kind, the tarnished. Listen, the fingers speak. The greater will has long renounced the demigods. Tarnished, show no mercy. Have their heads. Take all they have left. Indeed.But remember one thing. The demigods are each and all the direct offspring of Queen Marika. Godric the Grafted was but a distant relation, the runt of the litter. His divine blood sorely diluted. 而在他这里是可以获得，我们用追忆啊，在这边可以换一些我们打掉的这个 BOSS 的武器装备的，一个追忆可以获得两个道具的其中一个。追忆这个道具是可以在特殊的场景进行复制的，比如说这边就有两把斧武器，一个葛瑞克的王斧，一个是接知的飞龙，可以进行兑换。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兑换了，以后呢可以找地方啊去复制，然后再来兑换，把它两个全部兑换走。
You have returned. What is it? Now go forth. 触碰之后获得了一个新的动作恍惚，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获得新的力量。我们再次来到了尼姆格福的神兽塔，就是我们之前进入史东威尔城以后啊，往右边这个磁浮点过来的。而上面这个呢，也有一个趴着的双指，在这儿获得大卢恩的力量。此处获得了葛瑞克的大卢恩，我们可以在赐福点装备上这个大卢恩，然后使用一个道具就可以临时激活大卢恩的效力。这个而葛瑞克的大卢恩就是提升我们的属性，提升所有的能力值。这个地方呢，不要，它可以使用的，但是不要去使用它，使用掉的话就没有办法兑换了，是不合算的。然后使用上面这个东西卢恩弯弧，就可以获得刚刚我们装备上，如果把格瑞克大卢恩在赐福点装备上之后，就可以获得全属性的加成，有点类似于魂三里面的这个余火，可以提高我们的血量上限什么的。然后来到大赐福，找到双头老妪这儿，我们献上灵珠。我们打完截肢以后，不是把那个坏蛋给他锤死了吗？给他囊死了吗？把他的灵珠给到这里以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购买原本他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白银鸡爪，可以提高观察力，就是我们想刷装备的时候啊，可以使用这个白银鸡爪。主要就这个白银鸡爪还蛮好的。然后在这儿可以限量购买卢恩弯弧，就类似于渔火，可以买五个。这个东西呢，如果我们去入侵其他玩家，打赢以后也会有这种卢恩弯弧。还有一些其他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买完这些东西之后，在史东威尔城这边的故事暂时就告一段落了，好吧，本期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再见吧，大家拜拜。